咁我会尽快俾晒啲 solution 你哋噶啦。OK， 3n 次方 over 64嘅 n 次方，唔使谂噶啦，一睇就将佢转咗2嘅次方先。咁当然啦，佢嘅答案系4嘅次方，唔好理佢住。好啦，二嘅二次方唔使喐，八咧可以变做二嘅三次，所以呢个变咗二嘅九次方。64系二嘅六次方，所以系二嘅六 n 次方啦。次底一样啦，个 base 一样，咁次方就相减 ，n 减 m 加九减六就会系四。二系四次 n 次方，咁四 n 次方你发觉冇答案，佢因为佢 base 落咗四，所以整翻个四嘅二 n 次方就系答案啦。所以答案系噔噔噔 boy。好，我哋睇下一条，2021年 DSMS Paper 2第二条。第二条是一条 mixed subject 的问题， M 括 M 减 A 等于 A 乘以1减 M， 将 A 写回做 subject。 其实第一步呢包括好先的 M square 减 MA， 这个呢就是 A 减 AM， MA 和 AM 是一样的，两个都是负，所以 cancel 了 A 等于 M square， 搞定，即刻搞定，即基本上10秒钟内搞定。好，下一条，2021年 DSMS Paper 2第三条，第三条是爆开的 expansion 的问题，不要乱咁爆，因为一看下去呢，你如果乱咁爆呢就会变咗惨个爆石啊，因为头嗰两个可以爆开做 U square 加U square 减 V square， 咁剩返两个就易爆啲嘅，唔好将尾嗰两个爆先啊，咁再爆集去 U 三次减 U 二次减 U 二次 V， 减 V 二次 U， 再加 V 二次呢、这个，咁对一对边个答案呢？就系呢个啦，我指住嗰、那个，当搞掂。2021年 DSMS Core Paper 2第四条，第四条是 simplify 的问题，通分母。咁通分母嘅时候咧，你即系小心啲通啊。咁佢啲题目咧，其实佢即系有时有啲嘢都几烦噶，真系好嗱。首先通分母就将两个分母相乘啦，自己跟住呢个 n 减七就乘过去 ，n 减六就乘过去。咁跟住咧嗱，做嘅时候要做快啲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以下嘅方法做啦。心算六 n 呢度咧系七 n 减七 n， 所以负 n。減42加42零，所以負 n over n 減6乘 n 減7，呢度冇答案，但係一定睇得到㗎啦，就係、是、7減 n， 即係個負抌到落呢個位啫，所以答案係 boy， 搞掂。2021年 DSMS Paper 2第五條，第五條咧係一條 rounding 嘅問題嚟嘅。咁如果佢話 x 係 6.24 correct 兩個 decimal place， 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呢個數字咧，其實即係加減 0.5 加減 0.05， 即係 0.1 除以2啦。咁所以上下限咧係分別應該係6.245同埋。上限啦，同埋 6.235 就下限。咁呢度有兩個答案，好明顯係可以揀嘅。不過有呢度擺明屈你機嘅，就係、是、你記唔記得嘅啫。上限冇等於下限有等於，咁所有答案係當，答案係當，冇錯，搞掂，食碗面。2021年 DSMS Paper 2第六條，第六條咧係一條 identity， 有三個 unknown 啊，咁有三個 coefficient 咧叫做，咁佢話要你揾個 a 比 b， 其實呢條咧就第一樣嘢，如果用傳統方法咧，爆開佢兩嚿對 coefficient 咧，就對 Q 死你嘅，我講對 Q 死你啊，真係會死噶，因為你對完之後咧，你 solve 嘅時候咧，那個 step 都仲好多嘅，咁我哋有一個超級勁抽無敵嘅方法係 K 條教嘅，咁教咩方法呢？因為佢 identity， 呢個 identity 嚟㗎，所以我哋 put 個數，佢而家揾 a 比 b 啫嘛，咁我哋要唔要咗個 c， 所以代 x 係負二，代咩數都得，代零都得，乜都得，乜 q 都得，代負二，負二嘅時候咧，呢、這個 q 咗幾 q 係咪先？好，剩翻呢兩嚿 ，a 乘負二加三就正一，三乘負二就負六，負六啊，唔係負六加一。咁所以其實出嚟咧就 a 減 5b， 咁所以 a over b 就等於5，所以個答案係5:1多，搞掂，謝謝各位同學。好，第七條2021年 DSMS Core Paper 2第七條，咁俾咗個 function 你 f(x) 等於 x 加 h 乘以 x 減3加 k， 咁佢有兩個 unknown 喺度 ，hk 啊 ，Hong Kong 啊 ，Hong Kong，I like Hong Kong 啊，好啦。咁俾咗啲資料咧 ，f 零等於 f 八等於一，咁叫你揾 k 嗰個 value。咁其實呢度可以列到兩條式嘅，
FX 係呢個啦，照抄一次先。哇！即刻 show 曬俾你睇，即係大滿貫啊。F 零係一，咁所以代一落去啦。一即係 H 啦，代唔係代零即係 H 啦。咁之後你變咗零減三負三，負三 H 乘加 K 等於一，一升。跟住 F 八即係八加 K， 八加 H 呢個八減三就五，所以五括弧八加 H 再加 K 等於一。好。將兩條式 solve 佢，嗱咁二減一啦，二減一個 k 自動消失咗噶啦，咁呢個咧就五 k， 呢個四十，所以五 k 五 h 減負三咧，即係八 h， 四十減零即係四十，呢面一減一冇咗，所以其實係 h 等於負五，負五代翻落去負五，即係負五乘負負三就係十五，十五調過去負十四，所以 k 係負十四，搞掂，答案就係 A。2021年 DSE Maths Core Paper 都第八条，第八条都是一条 polynomial 的问题 ,remainder 的问题。那这条呢就是要你清楚知道一些即是除数被除数和 remainder 的关系的。PX 是 polynomial， 没说 degree 几多啊。PX is divided by x 加 1,remainder 是负二。hold 住它先，这个负二等于零啊 ,P 负二等于零。PX is divisible by x 減一，即係代一落去零，即係 P 一係零。好啦，啊呢度就重點所在啦，重點所在。Find the remainder when Px is divided by x square 減一。留意 divided x square 減一，咁所以 Px 係等於 x square 減一乘一個 quotient， 個 quotient 唔知係咩嚟嘅，總之一個 quotient， 再加個 remainder。remainder 注意個 degree 係細過呢度嘅一格嘅，咁所以係。AX 加 B 可以 let 到 linear 嘅，咁然之後將兩條式代入去，一個咧就 P 負一等於負二，因為呢個講嘅 divided by x 加一係 remainder 係負二，化簡咗佢，個 QX 冇作用嘅，因為呢個係零咗嘅，咁就負 A 加 B 等於負二，一式。PX 係 divisible by x 減一，所以 P 一係零。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零咗，所以 A 加 B 等於零。咁將兩條式加埋就 2B 等於負二，即係 B 係負一 ，B 係負一嘅話 ，A 係一，搞掂。咁換言之，個 remainder 應該係X 減一，所以個答案係 boy。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Core Paper Two 第九條，第九條一條 percentage 嘅問題。佢話喺個學校 in the school 33% of the student are overweight。咁呢個係講緊整體嘅學生嘅比例嘅 overweight 嘅 percentage。It is given that 66% of student in the school are girl。咁即係 60% 係 girl 嘅話咧，就 40% 就係 boy 啦。好，咁然之後咧，45% 係咩意思咧？係佢 60% 裡面嘅四啊，再嚟即係佢有 45% 嘅人咧係 overweight 嘅。咁 X 個 percent 係 boy 嘅 overweight 嘅 percentage 啊，咁所以其實呢度咧，我哋得到咧就60% 乘45% 就係 girl 嘅 overweight 嘅percentage， 然之後咧40% 即係 boy 嗰個數量啊，數個 percentage 乘以 X percentage 咧，就會係 boy 嘅 overweight 嘅 percentage， 加埋佢兩個數等於33%，所以我哋得到一條咁嘅式，未知數式。咁呢個數計到出嚟係 0.27， 而呢個 40% 0.4，x% 呢即係 x over 100， 33% 即係 0.33， 調過去變咗 x 0.4， x over 100等於 0.06， x 等於15，所以個 x 係15，咁就答案係 A。好，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十條。第十條是一條 compound inequality 的問題。好，那他說 9x 加8細過等於4括弧 x 減3 or 6減 7x 大過20，那其實我各自 solve 了條 inequality 先，這個爆入去啦。 9x 加8細過等於 4x 減12，這個呢調了過去就負 7x 大過14，那這個呢除以負 7， 那就是 x 細過負2，而這個呢就是減過去 5x 就這個減過去變成負20，跟著 x 小過負4，我說 x 小過負2，小過負4我說小過負2，即是小過負2。好，所以個答案是 cat。
C， 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MES Paper 2第十條，第十條是一條 compound inequality 的問題。好，那他說 9x 加8小於等於4x 減3，我說6減 7x 大於20，那其實我各自 solve 了條 inequality 先，這個爆去啦。9x 加8小於等於 4x 減12，這個呢調了過去就負 7x 大於14，那這個呢除以負 7， 那即是 x 小於負2，而這個呢就是減過去 5x 就這個減過去變成負 20， 跟著 x 小於負 4， 我說 x 小於負 2， 小於負 4， 我說小於負 2， 即是小於負 2， 好，所以個答案是 CAT C。 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們看下一條。2021年 DSE-MES Core Paper 2第十一條，第十一條是一條 ratio 的問題。好，它就 given 了一堆東西， 2α 加 3β over 3α 加 2β 等於 7over 3， 那叫你找這舊東西。其實你看下去呢，其實你第一件事你要找回 α 和 β 的 relation 先。那 in general 我其實可以這樣做個 conclusion 的，其實找到 α β 的 ratio 接著就塞下去，咁就計到㗎喇。呢啲呢類問題係標準嘅，即係可以作答嘅問題嚟嘅。好，所以我首先第一步呢，將原本條式呢就化簡佢先，即係呢條式，咁就交叉相乘啦。呢個變咗 20α 加30β， 呢面變咗 21α 加 14β 呢度。好，跟住呢個調過呢個調過去變 α， 呢個調過去變咗 16， 所以 α 等於 16β。 咁跟住而家代入去啦，代入去嘅話呢，這個呢就會變咗 32β加1，下面這個呢就變成 16β 加 28， 所以 33over18 來的個答案，即是 11over6。 好，所以個答案是 C。 好，我們看下一條。2021年 DSE-MES Core Paper 2第12條，這條是一條 variation 的問題。 W varies directly square of x， 即是 W 等於 KX 的二次 inversely 即是 over has script of y 即是 y 的三次，咁所以 over all 條式咧就應該 x 等於 kx square over y 三次 ，k 係 constant。咁佢問 which of following must be constant？ 咁其實你睇落去嘅時候咧，就即係個 k， 因為係 k constant 嚟嘅啫，咁所以調到個 k 相關嘅資料就得噶。我首先調曬過去先 ，k 等於 w y 三次 over x 二次。好，嗱呢度你發覺睇係冇答案嘅，但係咧隱隱約約亦都見到有個答案喺度嘅，個答案就係呢、這個。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你將上下調轉它而已， K 是 constant， 1 over K 都自然是 constant， 因為1 over K 就等於 x 二次 over y over W 乘 y 三次，所以是一個 constant 來的。那所以換言之的答案就是 boy。 好，我們看下一條了。好了，現在到2021年 DSE-MES Core Paper 2第13條，第13條是一條 pattern 的問題，或者你可以說它是 sequence 的問題。它說 in the figure the first pattern 即是 T1， 我一陣用它代表 T1 是有三個 dots 有三點。好了， for any positive integer n the n 加1 pattern is formed at the 2n 加3 dots to the n pattern。 即是如果你這樣看，即是 TnT 庫 n 加1就等於 2n 加3再加 T 庫 n。 如果用這樣的方法去找個 T8 呢，即第8個 pattern 有多少粒呢，其實就 很麻煩的。我這裡呢我通常我都教他們用一是補點法一是解開法。這條呢其實很明顯我覺得用補點法都 OK 的，但是呢我用了以下的方法去做。第一個，這裡一點加兩點，1加2乘1呢兩個。好，咁呢個咧係二加嗱，你發覺咧呢度三點黐咗過嚟呢面之後咧，變咗一個長方形，就上下上面個高度咧就二打橫咧就有三減，所以三乘二嚟嘅，三乘二啊。好啦，再呢個啦，呢個係三點第三個 pattern， 咁將呢嚿嘢就擺過嚟呢面。咁呢個長方形呢就變咗一二三三點，高個闊度呢係四，所以四乘三。咁好啦，咁已經搞掂咗㗎啦，即係搞掂好啦，即係黑色碗面啊。咁就係 T8 就會等於係八加九乘八，八十，搞掂。所以個答案係 C。 好。
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14條，第14條應該是一條quadratic function 啊，唔係 quadratic function 的問題。好啦，佢俾咗一個咁樣嘅 function 你，y 等於 m 減 x 嘅 square 加 n。MN 是 real constant 啦，呢度你睇清楚啲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你個 competing form 類似 competing form， 實際都係 competing form。好啦，咁其實佢揾個係咪 upward 啊 ，y intercept 啊，佢係咪 pathway 點啊？咁你逐嚿做啊。嗱，不過咧，我做之前咧，我就首先咧將呢個嘢調翻好個 compute form 先，因為 square 就 m 減 x 嘅 square 同 x 減 m 嘅 square 係一樣嘅。咁呢個位咧就 y 等於 x。減 m 括二次加 n， 咁呢個咧 vertex 就 mn， 嗱不過佢冇揾 vertex 啊，咁所以唔關事啦。好，咁然之後咧爆開佢，爆開佢之後呢部分就 y intercept 嚟嘅，咁所以咧同埋咧睇埋佢 open 個圖係 open upward 定 downward 噶啦，咁個 a 係一嚟噶，個 a 係一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係 open upward 啱嘅。咁第二個 y intercept m square 加 n， 佢話係 positive， 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證明佢係咪 positive 啊，因為我哋根本就唔知 n。是不是一個即是一個什麼的數，那它可能它會負數，負數呢而且是負得來呢就比那個 m square 更加即是厲害的，所以減出來可能變成負數的。好，那無論如果我們現在做到一個呢，一是對二是錯，一是對二是錯，哇，即是可能一三可能一。好，那看第三個對不對， n m 呢點係咪喺個坐標上面？咁所以將 m m 代俾呢條色嗰度，升嗰條升。左手面係n alice mother 代入去呢條色嗰度，左手面係 m， 右手面咧就 n 減 m 嘅二次加 n。咁同樣地，呢兩個我哋唔可能即係達唔成到個 must be 嗰個啊，所以唔知佢啱唔啱噶。咁唔知啱唔啱，即係。不一定啱啦，唔一定啱，即係佢嗰個 statement 應該係錯啦，所以係得一啱嘅啫。咁所以答案係 A 啊。好，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Core Paper 2第15條，第15條係一條 Pearson 嘅問題，或者一條 Mensuration 嘅問題啊。咁佢話 the base of a solid white Pearson 係柱體啊，柱體有橫切面噶。咁 is a regular 即係杯嗰啲雙啲邊長一樣嘅。嘅 six side polygon of side 板，咁 if the volume of the prism 係288 ，find the total surface area of the prism correct to near cm 二次。咁首先我哋畫翻幅圖先啊，呢個係 prism of base 係 regular six side polygon 嚟嘅。咁嗱，我哋將個 polygon 咧畫埋出嚟啦，即係呢個 polygon。好，咁嗱，當然啦，佢邊長係八啦，咁我哋咧就解開佢，變咗解咗咁樣。嗱，呢個係最聰明嘅方法啦。留意咧，一個 six side polygon 呢個角120度嘅，120度即係換言之咧60度，60度，哇，頂60度，全部都係60度，所以呢個係八，呢個又係八，呢個又係八。咁我哋知道咧，呢個三個人乘以六就係成個 base area 嚟啊。咁所以第一步咧揾咗個 base area 先。好，個 base area 係二分一乘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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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個六十度 ，side 六十度再乘多六。呢個係開方 sofa 二，開方 sofa 二咁就四之後約咗之後咧，就會變咗係96開方 side。你可以用小數，不過小數寫上嚟耐好多嘅，咁用呢個係最好噶啦。好，咁跟住將呢個底面積乘個高，我叻個高做 h 啊，就等於288。底面積乘高，個高 h 係指緊個呢個高度啊，等於288。咁然之後個 h 計到開方三，哇發達！咁就跟住將佢而家揾 total surface area 嘛，即係底加面，底加面嗱，所以搞落開方三乘二就底加面嗰個面積，再加因為每條邊呢個咧就八，而個高度就開方三，所以八乘開方三，總共有六塊面，所以乘六計出嚟大約係416 cm 二次。咁就搞掂啦，咁C 嚟嘅個答案係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Core Paper 2第16條，咁呢條一條 mensuration 嘅問題加 ratio 嘅嘢啊 ，similar 嘅嘢，唔係 similar 啊，唔好意思，係 ratio 嘅嘢。好，佢話the sum of two surface area of
two solid hemisphere 係351 pi cm 二次，嗰兩嚿嘢加埋啊係351啦。If the ratio of radius of small hemisphere to the radius of the largest hemisphere 係2:3，咁叫你問佢 volume 嘅 difference 啊 of 呢個兩個 hemisphere。咁所以首先第一步 let 咗 2R 同埋 3R be the radius of two hemispheres 啊。咁跟住咧，佢因為佢而家佢個 total surface area 咧係351 pi 嘛，咁所以嗱呢個咧二分一乘四 pi 2R 二次咧就係、是、細嗰個 hemisphere 嘅 total surface area， 即係曲面嗰個面積，再乘二分一就一半，咁再加 pi r 2R 嘅 square 咧就係佢個底嗰個位。好，咁另外大嗰個咧同樣方法計，不過就換咗3R 啫。就等於351 pi。 好啦，咁我哋計一計條數先，呢度係4 16，即係8 pi， 呢度又係4 pi r 二次，8 pi r 二次，4 pi r 二次，呢、這個就計到係4 9除以28 pi r 二次，呢、這個係9 pi r 二次，計到35等於351 pi， 計到呢呢度係39嚟嘅，加埋曬所以 39R 二次等於個派約咗等於351，咁個 R 呢就計到係3。好啦，計到 R 係3嘅時候呢，要計嗰兩個 volume 嘅 difference 咁、啊、所以大嗰個呢就係 4/3π 乘佢半徑嘅3次方，半徑係3乘3啊，因為佢 3R 嘅叻咗到個 R 計到3。再乘多二分一，呢個就 volume of 大嗰、那個，呢、這個係 volume of 細嗰、那個，半徑係2/3，即係6嚟嘅。咁再乘翻4/3π，半徑3次啦，乘二分一。好，咁計到出嚟呢個咧就係46，呢個係486π，撳機嘅啫。呢個係144π，減咗之後咧就342π cm 三次，所以342π個答案就係 A。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搞定了一条了，我们看下一条。2021年 DSC Maths Paper 2第17条。好了，这条是一条 SETA 的问题、啊、那我们看看 The area of SETA OAB 是 pi cm 二次， O 是 center of the SETA， angle AOB 是90度。我们画回幅图出来先，幅图是这样，我拉了半径做 R、啊、那他说个半径是等于二嘅，咁啱唔啱咧？咁我哋睇睇啦，因為佢 SETA 面積係pi cm 二次，所以 SETA 面積係 pi r square 乘翻90/360等於 pi， 約咗個 pi 乘翻過去，個 r 計到二，因為 r 二次等於四啊。好，所以第一個係啱嘅。跟住咧 ，the perimeter of SETA 係 pi， 咁啱唔啱咧？嗱，我哋個 perimeter 意思即係個周界啊，即係連埋呢兩個半徑噶。除了 arc length 先 ，arc length 就是二派 r 乘翻90/360，再加多兩個半徑，即係四。好，跟住派加四，所以呢個唔啱。嗱，咁好明顯，其實佢一係啱，二唔啱，咁即係應該係呢一個答案啦，係嘛？咁好啦，咁我哋睇埋第三點樣啱。呢啲題目叫放你水嘅。即做到呢度嘅時候，我可以 stop 咗佢噶啦。但係我其實我就教，如果喺教學角度嚟講，我係一定唔會 stop 嘅。好，咁然之後 ，the area of the circle pass through OAB 咧就會係經過呢個 OAB 個圓形啊，係咁樣個圓形啊。咁我畫翻落去啦，就變咗咁啦。咁留意呢個係直角嚟噶，呢啲直角其實好賤格噶，因為呢條係 diameter 嚟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你二嘅二次加二嘅二次開方就係個直徑啦，個 diameter， 即係二開方二就係個 AB 嘅長度，即係 diameter。咁一半咧就係 pi， 一半咧就開方二。咁所以個面積係 pi r square， 即係二 pi。嗱，萬一佢真係要玩你嘅話咧，佢可以俾個答案咧係一，跟住俾個答案咧就係一二，俾個答案你係一三，咁就。跟你玩過啦，即係你就好難決定啦。咁所以其實呢條咧佢係放水嘅，呢條有半放水嘅狀態啊，即係考慮睇啲邏輯得唔得啦。好，所以個答案係13啱，所以答案係 boy。好，我哋睇下一條。
2021年 DSE Mass Core Paper Two 第十八條，佢話圖中一條呢啲係再唔全嘅問題嚟嘅。好啦，咁啊 ，in the figure AB 等於 BC， AB parallel to CD， 咁我畫翻佢出嚟啦。AB 等於BC，AB parallel to CD。E is a point intersect at AD and BC， such 跟住咧就 angle ADC 係二十八度，即係呢個二十八度，同埋呢個九十四度，我調轉咗 mark 出嚟，但係無傷大啊。好啦，咁而家要揾係揾呢只角，咁我揾呢只角點樣做咧？嗱，咁我首先呢只角先，呢個都係二十八度嚟嘅，因為 alternate angle 即係 angle 原來alternate angles AB pair to CD， 咁然之後咧，我叻呢個做 x。即係佢計嗰陣，好呢、這個係 isos triangle， 所以呢個咧就 x 加八廿八。另外一樣嘢，呢、這個係九啊四，咁呢個廿八，呢個九啊四，所以呢個咧計到出嚟咧一百八十減廿八再減九啊四，五十八。咁跟住再睇呢個三角形 ，x 加 x 再加廿八加廿五十八加廿八等於一百八十。咁計到 x 係三十三度，所以個答案係 boy。好，下一條。2021年 DSE Mass Core Paper Two 第十九條。好，第十九條一條 geometry 啊、similar 啊、congruence 嗰啲問題嚟噶。呢啲問題其實好麻煩嘅，一定好嘥時間去做噶啦。嗱，你睇下我點樣去即係用即係喺個紙嗰度成日畫畫寫寫畫畫，可以做到啲嘢出嚟咧。呢度我都想示範一下我個做嘢嗰個方式啊。嗱，第一樣嘢睇一條題目先 ，in the figure。畫個幅圖啊！我重申 ，in the figure ABC 係 rectangle 呢個長方形 ，E is a point on line on AC， such that BE parallel to AC 直角呢、這個嗱，咁、我跟住啲 data 就 mark 咗個直角 ，BE is produced to the point F such that CF 等於 AD，CF 等於 AD， 即係你兩個一樣嗱，呢、這個一樣即係呢個一樣。咁你再睇下呢個其實 isos triangle 嚟嘅，咁就有嘢做㗎可以。好，咁 denote the point onOf intersection of B, F and C, D by G， 呢個就是 G。好 ，which of following 係啱嘅 ？D A E 等於 D G F， 即係呢一個同呢一個。咁佢係咪等於咧？嗱，咁我叻出嚟啦，叻呢個就 X。睇落去你冇可能量過氣㗎，即係如果我見到有啲人咧教你用攞把間尺量過去咧，嗰啲真係白痴嘅弱智添㗎嚇。好，咁叻咗呢個 X， 咁呢只都係 X 啦，我聽 angle 嚟嘅。咁然之後咧，就會係呢只咧係九十減 x 嗱，咁跟住嗰步咧就係 key 位嚟噶啦，因為你要揾呢只嘛，揾呢只即係揾呢只，咁呢只係幾多啊？呢個九十，咁所以呢個係九十減呢個，所以呢個係 x， 哇，即係換之呢個都係 x 啦，咁所以第一個係啱嘅。好啦，跟住第二個 BCE 係呢個三角形同。CGE 是不是 similar 的你看到其實已經不用做了因為這兩個一樣一隻直角搞定即是石碗面 AAA 來的 similar yes 搞定了好了第三個是不是 congruence 呢更加容易、啊、BCE 同個 BCE 是這個、這個其實呢如果你這樣看一個 isos triangle 的 perpendicular line 呢即是 bisect 了它那所以這兩個三人 congruence 了不過呢做多一點東西、即是你直接 pick 這個就可以了90度這個90減 x 所以這一個都是90減 x 那所以是這個都是 x 所以這個 x 90減 x 90減 x 加力條邊一樣或者你可以用 RHS 都可以的或者你可以用其他但是總言之就做得很快我只不過當時我 damn 了present 咗呢個方法出嚟嘅啫，好，所以個答案係好明顯係 D 123啊。2021年 DSE Mass Core Paper Two 第二十條，呢條係一條面積嘅比啊長度嗰啲關係嘅，其實呢條係即係我個人覺得就即係你掌握到個方法就易嘅，但係掌握唔到個方法咧，其實咧就唔知點樣入手啊。好，第一樣嘢嗱，佢話 in the figure 我畫翻幅圖先。A、B、C、D 係一個square 嚟嘅正方形。
EF 是 AB 和、BC 上面那两点，而 AB 是等于三个 BE， AB 等 AE 等于三个 BE， 即是这个是一比三，同埋呢个系直角，嗱我 mark 咗先啊，即系 x 呢个三 x， 诶呢个系直角，咁佢呢个面积系廿五，好嗱咁我开始掌握到，即系开始做嘢啦，咁跟住呢个系四 x 嚟噶啦，呢个都系四 x， 嗱呢个长度冇话俾你听几多噶，咁所以我叻佢做 k， 即系 k 呢个 k 啊，好咁呢个即系四 x 减 k， 嗱咁开始做嘢啦。不過呢度咧，去到呢度之後咧，有一個 key 位，就係個 key 位，你識唔識啦？因為呢個如果叻，呢個做 theta， 呢個就九十度減 theta， 呢個就係九十度減九十度減 theta， 哇！即系 x 唔即系 theta， 即系呢兩隻角一樣，加隻直角，呢就直角。哦，發達啦！咁即係噔噔噔噔，呢兩個真係 similar 嘅，呢兩個真係 similar 啊！我实计埋啲长度落去先，呢、这个唔 mix 啊，即系不是定理计埋 mix 一啦，因为呢个九十度啊，咁所以咧，呢、这个九十度啊，唔系计个面积啊，系计佢讲佢呢个 ADE 啊 ，ADE 同个 BEF 系 similar 啊，嗱，再嚟多次，呢、这个系 theta， 呢个系九十度减 theta。呢、这個就九十度減九十度減 theta 有個括弧，即加 theta 啦。好啦，咁跟住咧對翻啲邊比啫。k 係比幾多咧 ？k 應該係對三 x 嗰個條邊嚟嘅，所以 k over 三 x 等於一 x 咧就對四 x。咁所以 k 係三 x over 四，哇！真係開心啊！好啦，咁嗱呢個係三 x over 四，咁即係呢個係又係。我計埋呢個啦，因為一陣我都要用個計啲嘢噶，我計埋呢條邊，咁 EF 即應該係對五 x 嘅，咁跟住再對一比四，咁就 EF 咧就五 x over 四，好，咁然之後咧計完之後咧，我就再用呢一個嘅面積係二十五嗰個性質，即係二分一五 x， 五 x 再乘呢個五 x over 四等於廿五，計到 x square 等於八，因為除過去呢、这個係八，呢個廿五除過去冇咗呢個乘過去變咗 x square 等於八，咁唔使開方個 x 噶啦，因為我哋唔需要計個 x 係幾多嘅。好，第二樣嘢啦，跟住要計呢個面積嘛，呢、这個面積係CDF 咧就係、是、四 x 乘四 x 減 k 再除以二，咁、那個 k 係三 x over 四，嗱減咗佢之後咧，呢、这個係變咗係十六減三就十三，所以係十三 x over 四乘四 x 再除以二。呢、这個係五廿二，呢個係八，所以五廿二 x square over 八，咁個 x square 係八，收翻落去，所以五廿二，搞掂。即係呢條題目其實係一條好難嘅問題嚟嘅，不過希K 都喺呢度咧幫你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好，我哋睇下一呢條答案係 C 啊。好，我哋睇下一條啦。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21條，第21條是一條 polygon 的問題來的，其實跟正話那條呢即上面 six side polygon 那裡有關係的，不過呢我們現在畫一畫圖先，這個哇個圖很大，我特意整幅勁大圖來給你看的。好啦，咁然之後呢他現在運呢ABCD E F G H， 其實佢咁樣數咧，一係就逆時針數，一係就順時針數，咁兩隻 format 數出嚟嘅嘢都冇分別嘅。好，佢要你證明 A G parallel B G 是否正 ，B F 是否並正確啊？咁我連咗 A F A G 先，跟住連埋個 B F。嗱，咁留意啦，我哋呢啲角可以計到出嚟㗎，因為個 regular X I polygon 嘅。個 angle 應該係180度乘以括弧八減二，即係六，再除以八，咁所以呢個係135度。你自己撳機撳一撳，咁即係呢個兩隻角係相同嘅，因為個等腰三角嚟㗎，所以呢個係22.5度，22.5度啊，180度減135，即係45除以22.5度，22.5度。好啦，咁跟住咧，我想希望计一计呢只角同呢个角加埋咩180度啊，咁所以我就计埋佢啦。嗱，我动条线落去先。咁呢个位同正话呢个系一样啊，22.5度。咁嗱，你成个135度，咁即系呢个位其实一定系90度噶啦。90度，哇，真系好鬼死狗啊！
好啦，咁跟住咧九十度嘅时候咧，咁因为呢两只角其实一样噶，咁我计埋嗰只角系几多？嗱，一百三十五度成只，咁即系一半，即系67.5度，67.5度加22.5度，再加九十度，即系加埋啱啱好180度，咁即系话呢两条线系平衡嘅。好，嗱，咁我继续落咯，即系一系啱噶。好啦 ，BD。BD 咧系连埋条线，跟住 EG， EG 喺边度？系啦 ，EG， 系唔系一样咧？嗱，呢个唔使做噶啦，因为一睇知一样噶啦，两个三角 congruence 噶，所以呢个基本上都啱，一二啱。嗱，咁佢而家一二，佢唔放你啊，因为仲有一二同一二三要证明埋呢个。好，咁我哋要睇下呢个角是否等于两倍 of angle BDH 啦。CAG 是90度，即是我看这只是不是45度而已。那我们逐够做了，这个 22.5 度。哇，搞定了，这个，因为这个其实跟正话一样是 67.5 度的。所以减回它呢就是45度了。搞定了，即是你可以即安心地吃碗面了。好了，那答案是很明显就是 DOT 了。好啦，多谢各位同学，我哋睇下一条。各位同学，咁而家呢度咧系DSE Maths 2021年 Paper 2嘅第22条啊。咁第22条咧系条circle properties 嘅问题。嗱，咁啊，首先睇一条题目先啊。咁个 circle 我整大少少，即系帮佢放大啲，等你易睇啲啊。咁啊 ，AC 就等于BD。咁所以呢兩條線係一樣嘅，咁跟住呢個96度 AED， 即係 AED 呢個96度，呢個14，BDC 14度，咁好啦，咁嗱，如果咁樣睇嘅話咧，佢要揾啊揾呢個，咁我應該點樣做咧？咁喺我創作過程裏面咧，我就會將個 AB 咧連咗條線先，咁你睇到其實呢只都係14度嚟嘅，同埋留意啊，呢個 cot 咧 ，equal cot 咧。嗱，呢兩個 equal cot 啦，咁呢只 cot 咧對住嗰個角係呢只角噶，呢個 cot 對住嗰個角係呢只角噶，咁所以要揾翻呢只角出嚟先，都係14度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咁好啦，呢條 cot 對住嗰個就 x， 我叫呢個就 x 啦，就 x 加14。咁所以換言之，個 CA 嗰條 cot 對住嗰個咧都係 x 加14，所以呢只角都係 x。好啦，嗱，第一樣嘢我做完啦，咁我哋 focus on 咧就呢一個角四邊形。呢度有一个四边形嘅，对角系等于加埋等于180度，所以呢个84度。咁好啦，我哋睇咗呢个位咧，就系一个三角形嚟嘅。x 加 x 再加14再加84等于180。咁所以 x 咧其实计到41度，所以个答案系 A。好多谢各位同学啊。第23条。咁呢條咧就係一條 geometry 嘅問題啊，咁我哋睇睇條問題點樣啦，有個坐標先啦 ，xy 坐標，咁個 P 咧就係7-5喺呢面嚟嘅7-5，P is reflected with respect to y-axis， 咁即係去咗呢面就變咗 Q， 所以-7-5啦。咁然之後咧，嗱佢呢個我哋 n 佢跟住 n clockwise 咁 rotate 啊 ，clockwise 嘅話咧。我畫條線先 ，clockwise rotate 90度嘅話咧，應該變咗咁啦。咁個長度是一樣嘅，呢個90度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你發覺咧，呢個長度同呢個長度是一樣嘅。咁所以個5嚟嘅，打橫係5啦。咁佢因為向左手面行嘅話，所以-5。個高度咧，即係呢度嘅-5格啦。咁個高度咧就等於呢個啦7啦。所以個嗱呢個90度啊，咁所以佢個 R 咧應該-5、7。咁所以 coordinates 應該係 boy 嚟嘅。好，我哋睇下一條，第24条，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24条。咁呢條咧，其實佢要揾 AB 比 CD 嗱 ，AB、CD 呢兩個長度，呢個長度嘅中間嗰個過渡咧，我見到呢個可以做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就要中間整到呢嚿嘢出嚟得噶啦。咁所以 AC over CD 咧就係 tangent theta。AC over CD tangent theta AB over AC 呢就是 sin phi 咁然之後我要整走個 AC 所以將一式乘二式乘埋咗之後呢就
分子是 AB， 分母呢就是 CD， 个 AC 弱了，所以 tangent 成 tangent theta 成 sin phi， 答案很明显就是 dog 啦。好，我哋睇下一条。2021年 DSE paper 2第25条。咁呢条呢就都係装嗰啲 coordinates 嘅问题啦。咁你画一画啲嘢出嚟先啦。佢话 MN 系两点嚟嘅。一点系57，一点系68。咁跟住 P 系 moving point,locus 嚟好明显系。咁 in the rectangular coordinates plane such that PM 等于MN。好多时候呢呢度呢我其实我自己个经验呢啲学生成日都以为呢俾咗两点你就一定系 perpendicular bisector。其实呢个呢就是最大嘅错误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睇佢，我哋而家要睇清楚佢 PM 系等于 MN 啊。所以我 P 求其 P 一点啦，呢点系 random 㗎，即系系随意嘅。咁而家个长度呢系呢个同呢个等于啊。咁样等于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列条式呢就 PM， 呢 PB 呢 locus point 啦， PM 就等于 MN， 呢个等于呢个。咁 PM 呢就 in term 咗 x 嘅，就 x 减5嘅二次加 y 减7嘅二次。开方唔要开方啦，因为呢一阵都冇开方㗎啦。另外一边5减6嘅二次加7减8嘅二次。咁即係呢个系2嚟嘅，呢度爆开晒佢 ,x square 减 10x 加 25, 加 y 二次减 14x 加 49, 等于2。掉晒位，全部一模一样就会变咗，呢、这个打错咗，呢、这个应该冇呢嚿嘢嘅，个答案72，所以个答案系 C。好，我哋睇下一条。2021年第26条啊 ,paper 2。好，嗱呢条呢都系啲 coordinates 嘅问题嘅，咁呢度有条 median 啦，留意一条中线嚟㗎，咁我画返幅图先啊，咁呢度有 A33,B 系58。C 是92，我没有按比例画，没有按位置画，纯粹求其画三点出来。那 P is a point such that a median of triangle ABC， 是 such that AP 是个 median of ABC。那个 P 我们其实未必知道需要在哪个位置，当然它可以是在个那個位置，即是那個 BC 上面的中間，但肯定地如果 AP is a median 的話呢，即是這樣了，而這一點呢就是 midpoint of BC 來的。 OK， 好，當然你可以當 P 的點是在這裡也行，當 P 的點在這個位置也行。現在他要找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pass through AP，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用兩點式就得㗎啦 ,two point form。咁所以第一步呢搵返 M 嗰點坐標先加埋下。點解75呢 ?5 加9 14 14除以 27, 8加2除以 2, 10 嚟嘅。而 equation AP 就會變成咗。嗱 ,P 嗰點係純粹響我唔知邊個點，所以用 XY 表示咋。Y 減3 over X 減3等於5減3 over 7減 3, 化簡咗佢變咗呢、這個。这个二分一来的，你留意一下，二分一乘上去变成 2y 减6，所以变成这个，这个乘过去变成 x 减 1， 所以 x 减 2y 加1加3等于 0， 个答案是 A。 好，我们看下一条。2021年 DSE Maths 第27条，这条是一条坐标的问题的，我们都画一画图先。The point, the slope of L 是4，跟住咧佢话 L 是 pass through the circle， PQ。咁好啦，嗱画一画个图先啦，有个 circle， 一阵我要计个 center 出嚟噶，就经过个有条直线经过圆形 PQ 两点，个 slope 系四先，经过 slope 系经过 point 系 P 同 Q。好啦，咁然之后咧个 midpoint 咧系ST， 嗱我叫个 M 啊 ，midpoint 系 S。即我冇畫出嚟，但一陣我會加啲線落去啦。咁留意個 midpoint 嘅時候咧，其實佢會穿個。如果你將佢 midpoint 同個 center 連咗佢咧，就啱啱好 perpendicular 嘅。咁所以連埋個 center 出嚟先，就連條線啱啱好。呢個係 midpoint， 而且係咩咧？而且係 perpendicular 嘅。喺呢度我哋有用嘅就 perpendicular。好，個 center 幾多咧？90啊。咁其实而家出嚟嗰个结果就应该佢要写一条 ST 嘅式嘛，咁即係呢度同呢度嘅 slope 乘埋负一，所以係 T 减10 over S 减9乘4就等于负一。T
減十 over S 減四 ，S 減九乘四等於負一。咁爆散曬佢，化開佢咧，個答案就會係 C 啦。好，咁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Paper Two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條咧條 statistic 嘅問題啊。咁呢度咧俾咗個 stem and leaf diagram 你。咁佢呢度咧係關於即係有一 group of workers， 佢嗰個 weight 嗰個 distribution 嚟嘅。咁五十幾公斤啦，最重就八十八公斤啦呢度。咁好啦，咁佢話 if a worker i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好啦，咁即係其實呢度我哋需要睇下佢 show total 幾多人㗎啦。咁嚟睇埋先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weight of the selected worker is not less than the lower quarter of the distribution。咁所以我哋首先揾咗個 lower quarter 先 ，lower quarter 即係 Q1。好啦，數數有幾多人先啦？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个嘅 Q 一即系一半就系十二，十二嘅一半咧即系六同七嗰两个数，六同七一二三四五六，六同七即系六十二，所以个 lower quarter 咧应该六十二。嗱六十二 not less than 六十二，咁我不如调转嚟数啦，一减 less than 六十二啦，一二三四有四个 less than 六十二嘅，所以一减四 over 廿四。就是五 over 六啦，咁所以個答案係當。2021年 DSE Maths Paper Two 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係都係一條 statistic 嘅問題啊。咁佢呢度 show 咗個 box 性 mean 值 diagram 俾你嗱，留意佢呢個係 Q 一，呢個 minimum， 呢個 Q 一，呢個 Q 二即係 median， 呢個 Q 三，呢個 Q 四，即係 maximum 啊。咁佢話個 boxing mean diagram below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of group of researchers。翻到 interquartile 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就 Q 三減 Q 一。嗱 ，Q 三係三十六 ，Q 一就會係廿六。咁所以係三十六減廿六十。咁呢條就超快可以做完㗎喇，所以個答案係 boy。 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係一啲都係 stat 嘅，咁就計個 mean 啊。 The mean of 70 integers is 32。 咁佢個 mean of 30個裡面嘅70個 integers 呢係24，咁即係你當有其中30個嘅 mean 係24，咁剩返呢就自然係40個啦。咁40個 then the mean of 40個係幾多呢？咁我哋 let 咗個 mean of the remaining 40 integers is x 乘 bx 啊。好啦，咁跟住呢我列條式出嚟啦， x 乘40再加三十乘廿四咧，其實就係 total number of 嗰個 total 嚟嘅，咁所以應該等於七十乘三十二嘅。咁其實呢條式就好簡單列咗出嚟啦。咁你調位計一計，撳機撳翻個 x 出嚟三十八，所以答案係 A 啊。咁普通嗰啲即係你可以講係啲小學數嚟嘅啫，或者初中數嘅啫。好，我哋下一條啦。2021年 DSE Maths第三十 Paper Two 第三十一條，咁佢話個 HCF and LCM of 三個 expression 咧係分別 x square、y square、二 set 同埋 x 三次、y 四次、二 set 五次。咁嗰其中兩個咧俾咗你，第一個係 x 三次、y 二次、二 set 二次，第二個咧就係 x 三次、y 三次、二 set 五次。咁個 HCF 同 LCM 咧俾咗你。咁我哋要揾第三個，第三個咧，其實你就要通過觀察嗰啲 HCF 同 LCM 嗰啲 power 咧去睇個第三個係幾多啦。嗱，第三個咧留意個 x 咧係，因為佢要突出佢 HCF 有 x 嘅二次，所以佢第三個一定要個 x 咧係二次，而 y 咧佢呢度有個四次，咁即係你要突出個 LCM 有四次咧，咁、那個第三個嗰個 y 咧就要四次。好啦，跟住二 set 嗰度咧，個 HCF 係一次，個二 set 係一次嚟嘅，喺 HCF 嗰度。咁呢度冇嘅，咁所以佢二 set 一定要一次。咁成個 overall 嘅 picture 就係呢個啦，所以個答案係 A。好，我哋下一條。
2021年 DSMS paper 都第32條，第32條是一條binary number 那些來的。那好了，現在這個是16進制啊，那16進制給你看看哪一個是。那留意它這個是17的，17這些你一定要調看騰位才行的啊。那所以我們首先呢將這個呢17呢，這個17這個17呢變成1加16先，兩個都是。那然後這個乘入去，那就變成14乘16的5次。咁呢個咧就會係16嘅5次，呢個咧就16嘅4次。咁呢啲排翻佢位，好啦。嗱，留意呢個16嘅15次同呢個14乘16嘅15次咧，加埋咧變咗15乘16嘅5次。呢個擺翻落嚟，呢個擺落嚟，擺落嚟所位。咁即係第一，即係第由右至左嘅話，第一個位應該係1，第二個位都係1。第三個位都是1，咁所以得呢兩個答案啫。咁個 total 咧有幾多個數位咧？嗱，最後嗰個數位應該係15，15就係 F 嚟嘅。哦，佢都係 F。咁跟住咧，第14即係14個位咧，即係十四次方，即係第15個位啊。呢度係16個位，就1嚟嘅。佢兩個都1。咁即係個問題咧，就呢個係16，第16個位。咁我哋數數邊個係第16啦？嗱，數數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咁所以答案 D 系嘅。你再数数呢条咧，佢系数，即系呢个系少咗个位嘅，呢个少咗个零嘅。咁所以个答案系 D， 好就系 D 啦。好啦，我哋睇下一条。2021年 DSMS 第三 paper 2的第33条，这条是一条 log 的问题，它不是 linearization， 是 log graph 的问题，它就 AB 是 C 是 positive constant on the same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 the graph y 等于 A 加 log x base B 和 graph y 等于 log x base C， 它的 x cuts the x axis at the point S and T。好啦，咁其实你个 x axis 上面即係代个 y 系零嘅啫，咁所以我哋搵返个 s 嗰个 point 同埋 t 嗰个 point 嘅 coordinate 先，或者个叫做 x intercept 先啦。咁所以呢 for 第一个呢 for 呢个 graph 呢就 put y 等于零落去，咁嗱呢个零咗，咁跟住呢调个 a 过去变咗负 a 啦，咁跟住调返转头写啦，调返转头写即係 x 等于 b 嘅负 a 次方。其實呢這裡我講兩句話，因為我在我教學經驗裡面很多同學呢將這個東西 log 寫回到 exponential format 呢，其實他們即我雖然我即聲勢力竭地講叫他們就一定要記得這個 definition， 但結果都是即有很多同學都不去嘗試去記這個，因為其實這個是些 basic 的 fundamental 的東西的。咁當然啦，你唔好諗住撳機撳翻出嚟，因為好明顯而家都用代數符號寫俾你睇咧，你就冇可能用撳機噶啦。咁我哋就除非你部計數機進化到去一個程度，就係能夠即係處理埋呢啲代數符號嘅嘢啦。好，咁不過 anyway 啦，咁我哋睇到 x 係咁多啦，咁所以個 OS 咧就應該係 b 嘅負 a 次方。好，同樣方法將個 y 等於零咧 put 落去呢條式嗰度，咁即係呢個係零咗。即是 log x base c 等于零，咁个 x 一定系一嚟噶啦。好，咁嗱一嘅话，即系个 OT 个长度系一，咁所以 OT 比 OS 咧就一比 b to the power 负 a 次方，调翻个负个 power 上去就 b 嘅 a 次方比一，所以个答案系 C 啦。OK， 咁我哋睇下一条，2021年 DSMS。Paper 2的第34條，第34條是 linearization 的問題。其實你如果你看我的貼卷，這條 exactly 差不多貼中一模一樣那麼滯，不過 anyway 即如果有看的恭喜你，沒看的話你希望你都懂做。我們看看這條題目問什麼先。 The graph of the in the figure shows the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log x base 5和 log y base 5，這句說話其實你就可以寫一條 linear function 出來，即是 y 等於log y base 5等于 log y base 5等于 m 乘 log x base 5加 c， m 是 slope， c 是 y intercept， y intercept 是2，个 slope 计翻佢，嗱呢点系零二，零二啊，呢点系负四零啊，所以个 c 咧系2啦，个 slope 就系2减零 over 零减负四，即系零加四，就二分一嚟嘅。
將個二分一同埋二代翻落去呢度，代翻落去個 M 同個 C 嗰度。好啦，咁跟住個二分一掉上呢面，咁個二就可以變 log 廿五，因為個 base 係五啊 ，log 廿五。跟住兩個合併咗佢，加就變成。咁你左右兩邊得一嚿咧，即係 y 等於可以做個對比 ，y 等於呢撇嘢啦。咁你留意其實個答案已經好似，因為你呢度冇二分一次方嘛，所以將兩邊二次方 y 二次等於六二五乘 x， 將咁你有咁再將個 x 代翻調翻個對面，咁個答案就係 x y 二次 over x 等於六二五，所以個答案係 cat 啦。下一條。2021年 DSE Messy Paper 2第35条，第35条是一条 complex number 的问题。我们看看条问题讲什么先。Alpha 是一个 real number， define U 等于 W 加 over alpha， V 是 W 减1 over alpha， W 减1 over W。 不好意思，这里讲得太快，好像念合急口令一样，平时上堂上得太讲话讲得太快。好，那个 W 是等於 alpha 加 i over alpha 減 i， 咁佢問 which of four must be true 啊？咁啊 u 係 real number 啱唔啱咧？我哋睇睇先，照寫啦。咁呢個係 w 代呢嚿嘢落去 ，over w 上下調轉佢，跟住通分母。分母係 alpha 減 i 同埋 alpha 乘加 i。嗱 ，alpha square 減 i 二次即係加一啦，減 i 二次即係 alpha square 加一。上面用普通的方法爆開就 alpha square 加2 alpha i 再加 i 二次，即是減1，這個同樣方法整開它就變成 alpha square 減1再減2 i alpha。 好，你發覺這兩塊東西2 i alpha 沒有了，剩下這些 alpha square 減1兩塊，那乘2而已，所以這塊東西其實是一個 real number 來的，即是没有 imaginary part， 所以 U 是 real number 是正確，所以1是对的，放在这里。好了， V 是 the real part of V 是 equal to 0， 那我们看看 V 了。你发觉这个加这个减呢，你就将这些东西加，这个变成减，跟着这个变减，所以直接向这步，跟这步呢全部将这些变成减减加加，那你发觉呢就会没有了这個 alpha square 加減一嗰兩嚿嘢冇咗嘅，剩翻二 i alpha， 即係四 i alpha。四 i alpha 咧，即係呢個係 purely imaginary part， purely imaginary number，purely imaginary number， 所以其實佢係冇 real part， 個 real part 係 zero， 所以二都啱嘅。好，第三 part， 第三 part imaginary part of w is equal to imaginary part of e w。嗱咁樣睇嘅話，其實唔使諗嘅，即係一定要佢個 w 個 imaginary part equal to zero 咧，佢先會乘咗大兩倍咧，佢個 imaginary part 都要等於即係相等嘅。咁呢啲 common sense 啦。不過 anyway 我哋照做啦，乘個alpha 減 i 分之 alpha 加 i， 即係乘個 alpha 加 i，alpha 加 i， 下面爆開佢即係 alpha square 加一，上面又爆開佢就 alpha square 減一加二 i alpha。咁你分開兩嚿。分開了兩嚿，咁我已經整埋個答案俾你睇啦，唔啱嘅。因為點解唔啱呢？因為個呢個乘二就變咗四 alpha over 呢嚿。點會佢如果要等於二 alpha over 呢嚿咧，就一定要 alpha 等於零啦。所以即係個就不可能噶啦。好，咁所以個第三 part 係錯嘅，第三 part 係錯嘅答案係 A。好多謝各位同學，我哋繼續落去，仲有九條啫。好，繼續。各位同學，而家係去到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36條。第36條係 geometric 嘅問題，咁佢俾咗你 PQRS is a geometric sequence。嗱，咁我哋 suppose 佢如果 in geometric sequence 咧，就 in 即係 in order 㗎，即係呢個 T1、T2、T3、T4 啊。咁佢問 which of following must be true？ 咁好啦，咁我哋做呢啲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首先要 let 佢擺喺呢度個 solution。let 咗佢個 P 就係 first term A，Q 咧就 AK， 唔係47啦，係第二個 term， 因為 geometric sequence 嚟嘅。個 R 咧就變咗 AK 二次。咁我因為要避呢個 R， 所以用咗個 K 啫，個 common ratio。S 係 AK 三次。好啦，咁我哋睇一睇啦 ，PS 等於 QR，P 乘 S。
就是 AK A 二次 K 三次 ，QR 亦都是 A 二次 K 三次，所以第一个是啱嘅。好啦，到第二个 P 加 S 等于 Q 加 R， 应该呢个就唔啱啦，因为我举个例子，譬如2486，咁呢个就是一个 GS 嚟 ，geometric sequence 嚟嘅，但系咧佢呢个加呢个就18，呢个加呢个12，所以唔啱。好啦，咁跟住第三個咧，第三個都唔啱嘅。你咁樣睇落好似啱，但係個 common ratio 如果細過一嘅話咧，即係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啦，二分一，個 common ratio 係二啊，二分一，咁個 first term 係 A 二嚟嘅，咁所以佢亦都唔啱嘅。所以答案係只係得 A 嘅啫，即係第一個啱。好，我哋睇下一條。2027年 DSE Maths Paper 2第37條，第37條呢，其實你可能估來估去沒可能估到它這樣出的，因為這個是、就是、上世紀、就是、上一個年代的題目來的、但是當然你看我的錄史呢，你看到我就有這些題目給它的，因為我知道它炒一下炒一下一定炒出來的。那我們先看看個問題先，它說、這個是、Let K be constant，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 such thatx square 加 kx 加 k 加8大过零，大过零佢呢条唔系 inequality 嚟噶，你要楞埋嗰个 for any x 嚟讲噶。咁所以如果你咁样睇个问题咧，其实要将佢睇成呢个系一条 quadratic graph， 嗰条 graph 系 always positive， 即系大过等于零。咁所以你咁样睇噶啦，如果佢个 graph 系 positive， 我话大等于零嘅话，应该系只系得呢个 case 同埋呢个 case 嘅啫。所以加埋咗係 delta 細過等於零，兩個 case combine 埋 delta 細過等於零，咁所以、B 係 k 減四乘 A 係一 ，C 係 k 加八，跟住拆開佢條 quadratic inequality 嚟嘅，呢條就真係 quadratic inequality 啦。k 減八 ，k 加四，咁即係 open upward， 咁即係要下面嗰部分即係 between 兩個數之間啦，所以負四至八之間，所以答案係。Boy， 好，小心啲，因為呢條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咧，佢下一年咧會應該會繼續會出呢類嘅，應該會繼續，因為今次第一次喺 DS 嗰度見到啊。好，咁我哋睇下一條啦。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38條，第38條咧一條好 surprise 嘅問題啊，因為呢條問題咧啲數字好大，即係我做嗰時候我覺得好怪啊。咁佢又唔係一啲即係你唔可以用嗰啲 ratio 嗰啲方法去處理嘅喎，即係可能佢都見到網上面好多人已經用緊即係形形色色嘅方法去解決啲問題咧，咁佢就改變嗰個策略啦。嗱，呢條睇睇個問題先啊。咁啊，佢話呢個係 rectangle A B C D。咁佢 A B 係963，哇太大啦 ！A B 963，B C 係597，E F G 係響 A B B C C D 上面嗰點，而令到呢個係變咗638，呢個係280，C G 係483。咁留意佢，如果呢個960嘅話，呢個就自然322，你減翻佢啫。280呢個就係317，呢個就480。好啦，咁有齊曬啲嘢咧，咁就佢而家要你揾下揾呢條邊嘅長度。咁嗱，呢個咧我而家 present 個方法咧係應該係最即係最好嘅一個方法嚟噶啦，因為我手頭上我諗咗幾個方法嘅。咁呢個真係最好的方法啦。咁我首先做啲咩咧？咁我就首先連咗一條線先。咁就呢個直角嚟㗎，即係我唔 mark 出嚟啦，因為垂直落去嘅。咁嗱，你留意呢度嗰個對上個位呢就係480嚟嘅呢個位，呢、這個長度。咁所以你而家呢個成個係480，咁即係呢一個呢就322，咁所以呢個長度呢就會係呢個597先，呢、這個就係158，呢個就597。咁我就用個 tangent theta 呢揾咗呢個角先。Tangent angle EGC EGC 是等于597/158。咁嗱，呢度我计落去个答案嘅时候，呢、這个答案其实好刁钻嘅，即系好近嘅，佢特登屈你机噶。咁、那个角度咧就75.1几度嚟嘅。咁即系呢度75.1几度啦。好啦，咁然之后咧呢一角咧嗱，我 turn angle 都系一定75.几度啊。75, 我 mark 佢75。咁一阵呢我搵埋呢一角，搵埋呢一角，跟住搵埋呢条边。咁呢条边係597，
咁揾埋呢一杠，咁用 cos log 揾呢个 dh， 所以我话呢个方法系最正嘅、最快嘅方法啦，就唔需要搞其他咁麻烦嘅嘢啦。好啦，咁我再用 tangent 去揾咗呢一角先啦，280 over 960等于 tangent angle eah， 咁呢个角咧我计到出嚟16度嘅，16.2602047度啊，咁再用186减翻呢两只咧，就呢只计到88.5度。五六几嘅，即系89度啦。好啦，跟住再计埋呢只，同埋计埋呢条边啊。咁呢只角咧就90度减16点几咧，就73点几，即系74啦。我当嗱一阵你对翻啲角啊，因为啲数字要好完整先计得啱嘅，因为佢太近啦，近到你自己都估唔到嘅。好，咁然之后咧呢、这个用 size log AH over 75度，75度系指紧75点几度啊。等于就638 over size 89度，即系88点几，咁计到 AE 咧就系616.9593106嘅，吓落一落啦，落一七算啦，好唔好？好，咁呢个咧就597，咁你睇到个 pattern 其实 cos log 嚟嘅，咁再整多次 cos log dh 嘅二次等于597嘅二次加617嘅二次，再减二乘597，再乘617，再 cos 74度，揿下机。即如果善用 save 数字嘅方法咧，呢条就拣即系易处理少少。咁、那个答案咧就系728.55啦。728.55，你留意一下728啦，定系729咧？其实呢、这个即系好明显噶啦，个答案系 boy 啊。咁所以佢你只要数位攞得唔够多嘅话咧，唔够准咧，其实即刻会死嘅。好，那个答案系 B。咁我哋睇下一条啦。2021年 DSMS Paper 2第39条，第39条是条 circle properties 的问题。In the figure, AC 是 diameter。Diameter 这些是直角来的。如果这里连了条线，这个都是直角来的。好了， ABCD 是个 circle 来的。E 是 tangent, EF 是 tangent of the circle at D 那点。AB parallel to EC, mark 了它出来先。嗱，呢兩條線 parallel 啊，咁啊，你見到個畫面轉一轉嘅原因，因為我即係要做啲動畫嘅 effect 啊，咁所以我哋整到啲出嚟啦，整咗啲嘢出嚟嘅。好啦，49度係呢只角，31度係呢只角，咁佢而家要揾一揾呢只，咁點揾咧？嗱，咁我首先做嘅時候咧，我就計咗呢只角先，因為 angle exterior angle 嘅 triangle 即係18度，咁然之後咧連咗條線。咁我正话讲呢度系直角嚟噶，咁我计埋呢个呢个系同呢个咧 angle in turn segment 嗰个嚟嘅49度，咁一阵我先 mark 呢个系90度啊，咁我要计呢个我就要 mark 呢个90度噶啦，九十度啦，咁就再计呢一个，180减90减18减49等于23，咁呢个23度，好啦，咁跟住呢两条线平衡嘅话。咁呢個係好似個alternate angle CE parallel to AB 嗰個效果嚟嘅，呢、这個23度。嗱、呢個90度啊，我 mark 埋佢，咁所以即係呢個角就呼之欲出啦。咁呢條題目其實如果你即係可以用即係喺張紙寫咧，其實唔使分半鐘嘅，可以做到嘅。相反啦，剛才38條咧一定唔止分半鐘噶啦，即係嗰個寫嘢嘅運算量係爭好多嘅。好，咁我哋呢度咧最後計到出嚟咧。就是180减90再减23就等于67了，所以个答案是当。好，那我们看下一条。2021年 DSMS Paper 2第40条。好，第40条这条直线 4x 等于 3y， 那就我将 y 写到主项的 y 等于 4x over 3， and 另外一个 circle 这个 intersect at兩個 point， 一個 M 一個 N， 咁佢要揾咧第二 equation circle with M N 係 diameter。嗱，咁所以我哋首先咧，我都目的要揾咗 M 同 N 嗰兩點坐標先啊。咁所以我哋將一式就係 y 等於4 x over 3代入條 circle 嗰度，揾咗個 M 同 N 坐標先，收落去啦。嗱，代入去啊。咁呢度我做得詳細少少嘅，咁嗱代咗落去啦。咁全式乘大九倍，咁處理份數嘅最好方法就係一次個。處理曬所有份數啦，咁就乘曬九倍，九倍呢、這個變咗十六，呢個36，呢個乘九就約咗個三，即係乘三就變咗呢、這個啦。你只撳機，呢、這個乘75乘九，不過千祈唔好漏咗一個 term 乘九啊。咁我變咗呢、這個，
9x 2次加 16x 2次减 36x 减 264x 加675 x square 化紧 x square 减 12x 加27等于0，咁計到個 x 呢就9或者3嚟嘅，撳機嘅啫呢個。好，咁代埋落去呢條式嗰度搵返個 y， 個 y 就12同埋4，所以 mn 嗰兩個 point 呢我隨意標啦，佢冇話要標邊個 m 邊個 n 嘅， m 係 34， n 係92，咁個 midpoint 係加埋 over 2， 9加3係12， 12除以2係6，咁所以個6啦，咁跟住4加12就16， 16除以2即係8，咁跟住計埋個半徑。我直接一次過寫條式啦，即係 x 減6嘅二次加y 減8嘅二次，就係嗰條二規則嘅 circle 嚟嘅，等於個半徑。半徑就嘅二次啊，就係3減6嘅二次加4減8嘅二次。呢個咁撳出嚟呢度咧，其實佢都唔使你爆開佢啦，咁就做簡單咗。咁你睇到個答案，其實呢兩個是但一個啦。咁你睇下呢個係咪佢嗰個25/100啫？你撳出嚟呢個應該係25嚟嘅。咁如果你唔小心當咗個 diameter 嘅話咧，咁就會撳咗個100出嚟。但係 anyway 啊，呢個我哋嘅答案咧 A 啊。好，我哋睇下一條。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41條，第41條係一條 coordinate circle 嘅問題，佢加埋個 often centre 啊，咁啊 often centre 好耐冇見過啦，咁而家終於見到啦。好啦，咁佢話 O 係 origin， The coordinate P 是26-18，咁佢 OPQ 係個 often centre， 係 often centre 個高嗰個交點嚟噶，個 attitude 即係個 height 嗰三條 height 嘅交點啊，21-3。咁嗱，我哋畫翻幅圖出嚟睇先啊。O 係00啊 ，PQ 我叻埋 HK， 因為佢要揾 y coordinate of Q， 即係揾呢個揾 K 啊，即係好 QK 啊。好，咁嗱，我哋特別地知道咧，佢嗰個係垂直線嚟嘅。咁咯，垂直線我哋揾到垂直嘅話咧，就咁樣垂直同咁樣垂直，你可以咁樣垂直啊。好啦，嗱呢個垂直，直角，呢個垂直。咁呢點咧就係21-3，我叫 H。咁我用嘅方法係點做咧？我其實呢度有兩個未知數，我列兩條式出嚟啫。咁第一條式咧就係呢個 slope 乘呢個 slope 等於負一。MPQ。PQ 是这个乘个 OH 是等于负一，那即是K 减18，即是 K 加18， K 减负18 over H 减26乘以翻负3减0 21减0等于负一。那这条式呢去交叉相乘去找你最终的李嘉诚乘过去，那留意这个位置是负1/7来的，那约了变成正7分一，七分一乘入去就变咗7H 减200。如果加埋十减翻18就变咗200啊。咁 anyway 嗱，呢度有少少掠嚟啊。咁不过个条式就应该写到化简个 HK 做主项就呢条式。好，另外一条式咧就系 OP 嘅 slope 乘QH 嘅 slope 等于负一。嗱，咁我唔写咁多嘢啦，我即系反正系。H 加3 over H， K 加3 over H 減21乘以負18 over 26等於負1，咁化簡佢呢條式，咁將兩條式 solve 翻個 HK， 咁計到 H 係 30，K 係 10， 咁其實個答案就係10啦，所以個答案係 C。 好，我哋下一條。2021年 DSE 42條啊，咁呢條呢就我覺得都係算送分㗎，因為呢條實在太即係都幾簡單啦，純粹數 case 數，即係有四五個 case 要數㗎啫。有個 committee 係有 form by 20個 student 同埋10個 teacher， 咁即係有兩類人啦，一個20 teacher 10個 student， 20個 student 10個 teacher， 而家要抽7個出嚟做即係個 committee form 一個 choir。咁佢咧最少有4個學生，咁四個學生咁即係最少4個學生，咁其他嗰啲就要數下，即係擺曬出嚟啊 teacher 啦。咁所以我逐個 case 數啦，第一個 case 係20C4，即係揀4個學生，就3個老師、5個學生、2個老師、6個學生、1個老師、7個學生冇老師，唔係冇腦係冇老師嚇。好啦，咁跟住咧就會撳機嗱，呢度4個 case 撳機啫，咁就17442000。咁我撳機嗰度最耐啊，寫就好快啫，睇題目都好快。我撳機用咗20秒先撳甩曬啊，咁就算好耐噶啦。好嗱，所以個答案係多一隻啊。我哋睇下一條啦。
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43條啦，呢一篤嘢咧唔係屎嚟噶，係因為我 scan 嗰幅圖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唔知點解有一篤屎喺度留咗喺度，應該擦膠印嚟嘅我估。好，咁佢話如果呢度咧係有個袋有7個紅波、3個黃波、5個黑波，有個細路咧就repeat 咁 drawing 啊 ，one by one 就 without replacement， 直至佢抽到個黑波為止。嗱，咁越抽一個就越少啊。Find a probability that he the child the child lists at most 即係最多 three draws， 即係最多三次 draw 三次，即係 draw 一次、兩次、三次咁樣 draw 啦。咁我哋就分開逐個數啊。咁你唔使理佢有幾多個黃波、紅波啊，總之加埋就有10個波。咁呢個咧就會係五個黑波，因為佢想 draw 到個黑波啫嘛。好啦，第一次 draw 到黑波咧，就會變咗係5/15啦嘅 probability 啊。咁呢個一個 case 咯，加第二個可能第一個 draw 唔到咧10/15，跟住另外下一個咧就少咗個波，所以14/5 draw 到黑波，跟住或者第三 draw 次先 draw 到咧就係10/15乘9/14乘5/13，化簡佢個答案679167/91，所以個答案係 dog。我哋睇下一條啦。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44條，呢條尾二嗰條啦，呢條尾二嗰條都唔係太難嘅，咁你記得條公式就得噶啦。In an examination, the mean of the examination score 係45分。A boy 呢個 boy 估叫阿 Tom 嚟嘅，所以叫 Tom boy 啊。咁就 guess 45分，太渣啦呢條友真係得25分啊，即係 shit 啊！咁佢個 standard score 咧 ，his standard score 係-5啊。咁 if the standard score of a girl 即係另外一個啦，咁呢個咧真 girl 啦，叫做 in the examination is 7，咁可能佢都好 7/7咁，所以落即係七啦。好啦，咁佢話問佢嘅 exam score 係幾多啦？咁我首先叻咗個 standard deviation 即係 SD 係叫做 sigma 先，同埋壓嗰個 girl 嗰個分咧叫 x。個分數是 X 啊，咁我哋咧揾個 standard SD 先啊，個 SD 係25-45，即係啊嗰個 boy 減45分，再除翻 sigma 等於-5，咁計到個 sigma 係4，咁然之後咧佢因為個 girl 係7啊嘛，咁所以 X 減45/4就等於7，咁7/4咧就係28，28再加45，73，咁呢個合理啲啦，有73分啊。啊！不過我哋唔係討論幾多分啊，我哋討論個答案係乜嘢啊？好啦，嗱，有時曬 check 咗先。好啦，嗱，咁嘅答案係 C 啊。2021年 DSE Maths Paper 2第45條最後一條啦，最後最後最最後嘅精彩啊！咁佢話 Tn 係一個 nth term of an alphabet sequence 啊 ，let x 一 y 一 z 一係 median range variant of T 一至 T 49 X 二 Y 二二 Z 二係 median range 同埋 variant of T 51至到 T 49。好啦，咁我哋首先咧，如果要解呢條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首先識得列翻啲相對應嘅數據出嚟先啊。嗱，我列咗先啊。A D 係 be the first term and common race common difference 呢個唔係 ratio 嚟嘅，打錯咗 common ratio of the alphabetic sequence 啊。咁我一陣寫咧，應該冇搞錯呢啲嘢啦。好啦 ，A 咧就係、是、個 set 咧就係、是、T 一至到 T 49。咁我哋 mark 翻啲數據出嚟，就 A 加 D A 加二 D 去到 A 加48 D。咁 B 個 set 咧 T 51至到49咧，我哋都係 mark 翻曬出嚟。嗱，其實咧，如果呢度咧，我討論咗最後嗰個先，因為一陣好快啫。二 set 係個 variant 啊嘛，你發覺咧 A 咧對於呢個咧就加大咗49個 D。A 加 D 去到 A 加五啊，一啲四啊九 D， 佢全部每個 data 加咗49個 D 嘅啫，50個 D 啊加咗，咁所以其實佢個 variant 係一樣嘅，咁一陣我哋唔使諗噶啦，個 variant 係一樣，咁佢話 variant 唔係一樣，咁即係唔啱咯，三冇噶啦 ，cut 走咗佢，剩翻一二啫。好啦，咁我哋嗱逐個睇落去啊，咁我哋睇個，因為我講解我都要逐嚿講嘅，自己做你就可以快啲做，咁我哋睇呢個 median 先啦。由一去到49，咁你就算佢得兩種情況，一係咧就順次序咁排，一係咧就調轉次序咁排。但係佢不論點樣排，個 T 24啊 T 25唔好意思 ，T 25一定係佢嘅 median 噶啦。
因為佢總共有49個，49個就啱啱好中間嗰、那個，49即係中間嗰個就 T25 嚟嘅，所以 A 加24D。好啦，咁呢個咧就同樣地啊，咁T75 係啦，咁佢兩個咧，X1 係細過 X2 就唔一定啱噶啦。舉個例子，譬如如果 D 係零嘅話咧，佢就相同嘅。如果個 D 係負數咧，個 A 係求其一個數咧，咁佢就唔係佢係調轉咗嘅呢個。個 D 係正數先會係正常嘅。好，所以呢個一唔啱啊。好，到二啦。二咧話咧，嗱，我剛才我討論咗呢個錯㗎，不過我哋一陣再講埋。好啦，個 range 個 range 就最大減最細。嗱，呢度其實咧，我覺得佢埋咗伏筆咧，下年會咁樣出嘅。一唔啱啊。好啦。Y1 是个 range 啦，咁即系 T49 减 T1。嗱，其实我哋唔知边个最大个，肯定地，即系 AS 咧，佢 in ascending order 或者 descending order 一定噶啦。佢唔会系每一次加嘢上去咧，佢越有可能越加越大，有可能越加越细，但唔会加下大细下得大下细下嘅。所以佢其实已经系排咗 order 出嚟噶啦。但我唔知佢调有冇调转排啫。所以T49 减 T1 咧。的絕對值一定就是個 wing 出嚟噶啦 ，A 加48D 減 A 就48D，D 嗰個唔知係正定負就決定個 range 係點樣搞嘅啫。咁 Y2 嗰、那個又打錯嘢，唔好意思，呢、這個 Y2 嚟噶 ，T 99減51，咁佢同樣係48D，咁所以好明顯佢答案已經出咗嚟啦，佢兩個一樣嘅。咁跟住嗱個正話講個 variant 嗰度咧。因為 B 個 set 咧同個 A 個 set variant 咧，其實係等於每個 data 加50D 上去啫，咁所以 variant 一樣嘅。咁佢而家呢度 claim 個 variant 一樣嘅話咧，咁就花期啦，即係廿招。好，咁我哋就搞掂咗啦。咁所以個答案就會係 boy 嚟嘅。好嗱，多謝各位同學啊。咁KDU 需要你哋嘅 subscription， 即係 subscribe 啊。咁KDU 嘅即係努力希望得到你哋嘅即係認同啊。咁多謝各位同學先，請 subscribe KLiu 個 channel。好，拜拜。